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2集。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做 SDCC 2024年的友谊破碎套装里头的 Orionplex 这个玩具的话呢，算是近年来吧非常成功的一次的改模，甚至可以说是我目前接触过官方的玩具里头，应该是改模最成功吧或许是。它是使用了先前电玩系列 SS。Game Edition 的这个 Voyager Class Atomos Prime 下去做改模的。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并不是看到车型，我是看到他人形的照片，我就断定出他们一定是，其实我只觉得他是同模了，没有想到说他在车型上面呢居然做了这么有意思的一个改模。原本这个玩具最人诟病的后面露出拳头，在这个玩具身上呢多了一块或者是说几块的零件把车尾给盖起来，甚至这块零件呢在变形成人形的时候呢会变成脚底的增高垫。即便是武器的部分呢，它的后面这里你看一样给造型上多了一个补丸，没有像这样子一个空洞啊，因为它不需要跟手臂来做一个结合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推车的滚动性也很好，身上的话呢，由于玩具的主人有给它做一个勾线啊，所以大家看上去的玩具会稍微的更加有看头一点啊。不过我提一下啊，这款玩具我自己也有做一些补色跟一个消光的一个喷漆，所以可能跟大家看上去会不太一样。那载具的话也是非常的漂亮了啊。那以车头的形态来说，这个就是非常标志的奥利安派克斯的一个胸口啊。不过说实在话，这两个车型你要有对比的话呢，如果只看车头不看车尾了，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个 Game Edition 的那个版本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给大家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些武器的部分呢将它给取下来。那变形的步骤呢，第一个步骤从这个地方挑起来，两侧都一样，把它给打开。然后呢上面这个地方也给打开，然后腿部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要印第安人跟那个阿凡达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脚呢稍微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之后的话，我们先可以把手臂呢给推到这个位置上面来啊，它这样子也是有一个变形到一半的感觉，还是说摔倒的 OP 的感觉啊。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把腰部呢先旋转180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脚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分开，轮胎给收进去啊，两侧都一样收进去。再来的话呢，这个盖板的话呢盖下来。那这里的话就是这一次增加的零件了，这个部件呢先反折上来之后，然后再往下推下来，看到没有，这是原本的脚掌可能就这么多，它多了一块的盖板，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增高垫。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改模，甚至说是不是也有一些同号或者是第三方啊做出它的一个配件可以把这地方给补上去，也是应该都是有的啦，因为这不是很难。再来的话呢，这个车头的部分呢从这两侧把它给打开，打开的时候呢这里有个凸啊，这里有凹的结合，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整个部分，这里有一个滑槽嘛，这个滑槽就是把这个人头啊给滑上来，打开来。好，打到这边之后，背包的部分呢折下去之后反转180度往上面推，推上来之后的话呢，再把这个两胸的部分呢从这个地方这里翻折，前后翻折180度啊，这里好，最后就怎么样把它给包覆起来，不对了，也不能讲包覆了，就是这个往中间集中拖下来。好，到这里了，最后呢就是把这个手臂自然的下垂。最后呢把它原本装卸拆卸下来的这个臂泡吧把它给安装上去，非常的简单的安装上去。武器的话呢这一次的手臂就不能够拆下来了这个武器呢能够正常的来握持不过这握柄虽然短一点，但是扣上去之后的话呢还是蛮紧实的。再来我们就跟各位一同来欣赏这一个目前网友们一致好评的 Orionplex 的人形状态。首先它的配色来说非常的鲜明，红蓝这个是非常明亮的感觉。身上的话呢还是提一下，玩具的主人有做了一些勾线，所以看上去可能跟大家的会有一点点不太相同。手臂呢已经无法做一个替换，直接是一把大枪握持在手上。可动的话呢基本上头部的转动，手臂的360度的转动，腰身也可以转动，脚的前踢后踢，膝盖接地通通都是有的啊。那对比到原先的 Game Edition 的 OP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说这个鞋子垫高之后人一长高，身高加高10公分，那真的是不一样。它的
整个玩具的除了标准的身高提升之外，它的头部其实有做的比原本的模具要再加大，但是因为它的身高加了更多的关系，所以它的头身比反而变得更加的好看。再来就是由于它的一个腿部垫高，身高直的海拔增加了之后，原本的肩宽可能跟原来的玩具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直向的增加，导致于说它横向的比例好像被缩减进来一样，导致于说它的体型来讲会更加的匀称。不是说 Wolf Cybertruck 这一款不好看，是它是一个标准的重装战士的感觉，而这一次的 Orion Pax 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标准体型的一个机器人。所以说吧，这个身高的增加呢，真的是对这个玩具呢带来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分数上的提升。配件的话呢，则是原本的Wolf Cybertruck 的话呢是一把斧头，不过这个斧头的话呢算是有点诚意了啊。它这个斧头的话呢，在这个地方调整一下，它可以变成一个两头的一个双面的一个战斧。那另外那把大枪的话呢就不提了啊。而这一次的 Orion Pax 的话，直接多了臂上的手炮，那大炮的话呢也变得更加的完整。而胸口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一样是可以打开，里面一样有一个领导模块，领导模块也是可以拿下来的。不过它这一次的里头的话呢是没有金属涂装的啊，反过来的话呢是先前的这个 Wolf Cybertruck 跟 Edition 那个版本里面呢是有一个金属的一个涂装上去。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的话呢，这一款改模可以说几乎吧，我快要可以说它可能是我接触变形金刚玩具十几年以来，以改模的玩具来说，它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次改模。以往有一些比方说是这个经典300的这个千斤顶跟轮胎啊，也是很棒的改模，其他都陆续有一些啦，但是以这一款来讲，而且是改在 OP 这个人物身上的话，这个应该是算得上是超级高分的一款，强烈推荐大家了啊。当然如果你对奥联派克斯没有兴趣的话，那就当我没说。 OK， 那这个的话也可以给各位见证一下，说有一些玩具呢你就做一些小改变，它就会有很高的提升。对啊，那你官方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成这样子呢啊。那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